这个我们要改标题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混沌，现在玩的游戏是沙盒勇者哦。那今天应该是，这个存档对吗？应该是去把沙漠地形打开哦。那它要开的话，你要先打到一个太阳雕像啊，用这个邪恶王冠打开的话，它的 BOSS 打赢好像会有。然后好像有个祭坛哦，等一下要打那个祭坛也会掉给你的样子。那个祭坛好像要先打掉才有办法使用哦，没有打掉的话就会跳这个。在改变世界前，先击败入侵这里的怪物首领吧。好，那我去打那个怪物首领哦。刚好刷在旁边了，哈哈，真是刚好呢。他会打那个鸡哦，好，然后我盖一个补血的，只能靠这个补血的，然后还要盖一个箭塔，好，那箭塔我强化一下，靠。再升级，或者也可以升哦。好，只能升到这样。然后这个祭坛哦，它另外一种是那个钓鱼的嘛，这个就会出 BOSS，它 K 我一下很痛哦。我的血。我满血的话可以撑两下啊，然后就要回个血。我先把，等一下再回饱食度，饱食度不够的话不能补血啊。休息扣蛮多饱腹了，14。有饱腹了。那记得带一点食物啊！还是其实靠药水补啊？如果不想用这个小屋作弊的话，那它好像你得分越高，BOSS 会越强，这个得分。听说是这样啊，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早一点打会比较好。这样是不是打得太谨慎了？都不敢按键盘，怕按过头。我要打之前记得备份一下存档啊！我体力不足。记得备份一下存档。我还没有玩过法攻击法术，这打多少啊？看不出来，30吗？它不是跟我的普攻一样，跟弓箭打一样，30。这个箭塔跟这伤害也太低了吧！最后一轮，OK，重要道具，哦，这个哦，剧情啊，嫉妒天王，绿色圆球体哦，好一个妖精。我没事，我以为你后面是断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精灵，还有七位天王，
这游戏有更新到七格了吗？应该还没吧。不能直接打魔王。我好像失去记忆了，我都忘记主角失去记忆了。好，然后回个血，拆掉，我备份一下，不想重打。备份一下，没事就备份嘛。备份也没什么损失。备份一下，想要做什么奇怪的事情之前也备份一下。好，备份完成。OK 啊，打赢之后就可以改地形了哦。欸，它没有掉欸，所以这个只能开邪恶王冠打哦。哦，太阳雕像哦。我又变了沙漠。然后我记得有一个会分裂的，可怕的怪物。欸，这是敌人哦。第二。我打那只 boss 才六分，超难打的，还是那个得分法就很难升呢？是自己人吗？哦，贤者。欸，这个是不是下一个阶段的 boss 啊？好，我先去采黄水晶啊。哦，还有刺球，哦，不用买了，直接有。啊，我的村民怎么都跑那么远啊？他们在干嘛啊？回家好不好？修理，欸，修理是什么？哦，花钱修建筑物。欸，这个是什么？草球兽，应该是新的野生动物，直接杀掉。欸，怎么到处都有这个祭坛？这是什么祭坛？魔族前哨。哦，我觉得应该够了吧，我去做个玻璃跟什么来着，忘记了。欸，这个也是魔族前哨啊，暗黑塔魔族前哨。那这个咧，荒漠祭坛，我觉得我都先不要乱碰好了。啊，荒漠祭坛好像会出那个分裂的怪，怎样？是这个吧？好，又要备份了，没事，又备份一下。备份。这个我记得有看到说要把它围起来再打，我试一下没有围，看会怎样。要出这个，我要打一下就分裂，越分越多这样。把这两个围起来，它应该就不会分裂了。爆炸！好，阻挡哦。这个资料传输中，欸，我是读错了，怎么分数不太对？哦，对，好，我看到的打法是说把它围起来。喂，你干嘛？What are you doing？这个同伴好不靠谱哦。欸，156啊，没错。我先叫他待机好不好？欸，待机。
太可怕了。哎，还是一直叫他带机，我就不用带着他走了。我把这个捡起来。不知道是不是只要围这样，还是四面都要围起来？我先围这样看看，看它会不会分裂。伤害怎么那么低啊？他会打哦，傻眼了。折，我是不是要强化一下？不能斜着强化。做两座塔，然后升级啊！这样平均升是不是不太对啊？伤害好低哦！哇，分裂了！要打到民国几年？我应该先换个武器再来打。这是什么？生命雕像，就变回去了吗？等一下，还有维修。哪个小怪这么辛苦？有个伤害是22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啊，我忘了注意血量，再来，嗯。我想一下，还是我收来自己打。我怎么觉得这只比 BOSS 还难打？我在后面再盖一个那个小屋补血好了。可是小屋补血有比较划算吗？好难打，这游戏怎么这么难啊？待机，那待机就不能把它挤走了。还是我把东西摆好，再备份一下，再开打。不行，还是我不应该用泥土啊？总觉得用泥土好像有点浪费，应该用沙子之类的吗？哦，他又来挡我的路了。然后强化一下嘛。诶、欸、百剑天赋，哇，这个要用墙壁哦。四点伤害。要升吗？还是。哦，升满哦。哦，他不一定会打这个，然后这个吗？还是这个给他升吗？疯了，失心疯！有没有那个？没有那个宝石度了？填海造物。小屋，没有宝石度了，升级。哦，你的升了，备份一下。又要备份，到底是多喜欢备份？等一下，哦，
开打，还是我再强化一下角色？哎，角色不是写这里吗？在这，我不知道升什么好，我都加伤害了，好像说加生命比较好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多一点，可用天赋一，移动时回复法力有。有什么反手一击？护盾后，失去护盾后提高50%伤害，死亡回复生命，会无视护盾。无视护盾好不好用啊？生存了，不会一半几率不会扣，哇，一半的钱，消耗的保护减半。建筑升级到最高级，什么意思啊？看不懂欸。他还要消耗什么神秘硬币？我只有两个。真理之书，荣誉翻倍。哦，这样都很厉害。这个不用消耗什么荣誉币了。我用无视护盾看会不会好一点。哦，没有了，我的伤害好像多加伤害不太对，应该加一点生命啊。哦，不管了，还打这个可以洗一点吗？先留在 A 那个欸，要不是无视护盾吗？怎么打他伤害这么低？他拉我。两滴耶，你还快死了！有没有保护度啊？吃个，还是我用法术打打看，有比较多。嘣，看不到伤害啊！法力不足，哦，死了，死了掉什么？恶魔骸骨就这样，好哦，好吧，收一收回家了。先修理，我们来拆。哦，应该都有回收，我把。地板挖走，地板都要挖走。哦，把自己的游侠带回家。哇，这怎么回去？我怎么觉得走这条路不太对？蜘蛛网还有剩欸。那我如果要打蜘蛛的话，是不是就喵喵神殿？有一个金块，我去看一下。105应该不会死吧？备份一下。又备份，我这样一直备份是不是有点夸张？好，再备份一下。得了不备份会死的病。我备份存档在哪里？得了一种不备份会死掉的病。他又升一个，可以。金块啊，要消耗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样好像不划算欸。金块，我还是我用用看，说不定它不是金块。看一下哦，那个喵喵的币是什么？这个哦，神秘硬币。哦，啊，金块，金块是什么？不会就是这个吧？金锭、金矿。我不知道金块是什么嘞。
这个吗？十八五四，灵魂花瓣，哦，不会打。十八五四嘛，如果太烂就不换了啊。嗯，这个。1854，哎，不是这个呢，那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他给的是什么，我找一下啊。喵喵祭坛，那感觉翻译不太对。喵喵祭坛，你刚才是不是应该备份一下？弹弹弹，没写，等等哦，这样要搜寻什么？喵喵祭坛，加个沙河勇者，没写。喵喵硬币取得方法，呵呵。哎，有人说钓竿劈都钓不上来，我有钓到鱼啊，只是几率好低哦。喵喵硬币，开小宝箱。你好像那个把家盖在角落比较好，手两边就好，我盖在边边而已。没想到还有更好的位置。哎呦，那个不知道那是什么嘞，还是就拿一个啊，金块。哎，喵神哦，我打错啊，喵喵祭坛，喵神祭坛，鱼祭坛有什么用？荒漠祭坛、流沙怪、恶魔骸骨祭坛产出金币。哎、欸，没有喵神祭坛哎、欸，这游戏的攻略这么少吗？好，我换一个起来，说不定之后有用。有一个东西跳出来啊，但是不知道在哪里嘞、欸。啊，下一页哦，在这啊哦，金块很值钱，只能卖钱吗？600块，好哦，好不划算啊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哦，加回家，等下砖块会回复哦。想到就在这边刷一下砖块。哦，不见了。应该不会有那个同伴升级是要金块的吧？这只是什么？哇，22。欸、我家在哪里啊？他好狠哦！哎、欸，我家在哪里？还是我家就不见了？哇，怎么到处都是这个祭坛？我是来猜他的家的。这个碰了会出那个流沙怪，先不要，好难打、哦，我先强化一下武器。诶，这是我家吗？我们好像有被毁掉了，里面怎么一堆大便？
我花体力在这边修复，好难哦，这游戏。哎、欸，我要怎么回去？哇，他在拆我家了、哦。等一下，我怎么觉得我家被拆了？哎、欸，这只牛怎么都跑出去了？哎、欸，哎、啊，我的那个，好吧，我怎么觉得我家被拆了？好、哦，我家了，我家了，傻眼。然后我要干嘛？做那个逆营定。哇，十个做不出来呢。OK， 然后研究强化铁砧，哪个比较优先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。也可以做仙人掌田，还是其实仙人掌自己采就好了。魔能转换器还要做玻璃，我先弄个魔能转换器好不好？六个，没沙子，怎么什么都没有？这个铁砧也用起来好了，自动吸取器先不要吗？还是再看看小教堂？哎，其实都可以做闪电发生器。我看一下我材料，这个要四个，它还要玻璃两个。那我把那个闪电发生器研发起来。教堂我可能收台的时候把它研发起来啦。这个沙窝，诶，沙漠动物啊，草窝就哦，草窝不见了。水晶灯都要去挖材料，好，我试试看哦。诶，怎么都坏掉了啊，收取，挖到一个有的没的，欸，他有挖到绿色的，建造，什么太阳能板，哎，有自动化时代，升级，欸，等一下他还要东西吗？哦，不用燃料，但是会生产嘛？那他的范围我画多远？然后魔能24，哎呀，魔能没有啊，魔能产出2燃料，噔噔噔4，可是它是不是要贴在旁边啊？还是我要接个什么电网？噔6，可是没有传到这个啊。我想想，先拆掉啊！拆除的话，那个是不是就消失了？拆，把地板填起来。我看一下是不是要贴着才有用。这个应该有人放设计图，已经把那个设计好了，拿来抄一下应该就好了。还是其实不好找。嗯，好，我的保护度又要 GG 了。这样有用吗？欸，他没有在动啊。有两个。传了，我不确定是不是要贴着哦。啊，先这样。这个都被拆掉了，是不是应该强化一下？嗯，我还有铁砧可以升级。哎，命定不够，
好吧，那就收台升一升吗？还是我再去挖一点那个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我什么时候有的？我想说要去挖一下黄水晶。哦，居然已经有了，那就复秘你。哎、欸，秘黄水晶，我把它消耗掉，我在干嘛？我不知道我在干嘛去挖一点黄水晶，然后顺便撑一个晚上再收台好了。哦，天黑了，哦，看一下会不会被灭。诶，他的怪还是旧的，我要不要把工匠放出来啊？还是他在房子里面一样可以用圣女的家，其实我家被拆了。敲门，修理我不用，让路，谢谢你的让路。那个鸡应该死掉了，你没有看到我的鸡，这个牛也差不多要出去了，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那只牛怎么这么笨？有吗？鸡死掉了。哎，我的鸡死掉了。修一下，改建重型路障，这个是怎样啊？四点伤害260，哇，升级好贵！哎，我如果先升完级再弄，不知道行不行？如果先升级再把它转换的话，不知道行不行？哎，它血30滴耶，好多哦！等一下，为什么怪物血量变那么高？哎，我死了，为什么？我怎么死了？哦不，喷钱！啊，我喷多少啊？好吧，反正就掉钱而已嘛，应该也没什么太大影响啊。得分有降吗？好像也没有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我为什么会死掉啊？我不想重盖东西，是这样吗？一个懒惰。哦，我回来了。他有帮我修建筑吗？哇，好狠哦！刷刷刷，修理。我如果升级再改建，到底会怎样啊？升满，改建。哎、欸，没有他没有比较强，所以我是不是先回收一下材料，再升级，再改建？好吧，我荣誉喷光了，刚才到底剩多少啊？我看一下重播，再决定要不要独挡，然后再把那个太阳能板盖回来之类的。把那个铁山先升一下，改建，哎、欸，确定好，那就可以做新的武器了吗？复合公园城，我又要密营定，很麻烦嘞、欸。最大生命跟血量都有，哇，要这么多材料。副手，好吧，先这样啦。我再研究一下，我要不要独挡。那今天就这样，先收台啦，大家拜拜。